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，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。时光过客，还来不及去迎合，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。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，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。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，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，一定回来。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，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。嗯，我煮。你煮？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。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点菜啊？比方说像饭店端那样，要求比较高，难度比较大的。这是考验吗？不是，是信任。那我点了。嗯。嗯，宫保鸡丁、糖醋小排、芝士虾仁，还有酸汤鱼，会不会太多啊？不多，把你养胖一点，手感也好。哎，这是在外面。以前我不太喜欢超市。知道，因为你工作太忙，我看你都把自己累出胃病来了。不是因为工作。那为什么呀？超市太生活化了，很多人出双入对，会触景生情，会有点羡慕又生气。生气？生我的气啊？嗯，生你的气。哎，你刚刚才说这里是超市，而且你这么大个人还撒娇会被人家笑话的。只是想要感受你的温度。嗯，橄榄油啊。哎，雨辰，那天我就是在那儿看见你。那天我掉了钱包，果然被你看一眼都出问题。我谢谢你啊，原来我妹这么大，神医落钱包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保安先生，我们要去谢谢他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哎，后来那个皮夹的主人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是特地带他来跟你谢谢。好，恭喜恭喜，我也算是做了桩好事。你男朋友很帅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想邀请你参加我们的婚礼。这不大好意思吧？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来我们会很高兴。哦，好，一定一定。
原来你真的会做饭。我10岁开始就帮阿姨做饭了。10岁，多希望可以早一点就认识你。请你教我，以后我做给你吃。你这样，我就要切到手了。会不会做太多了？其实这些我都是乱点的。是，每一道菜都是一个菜系呢。那你想做一点，反正做多了都吃不完。可以做好一点，先打包给朗云。安抚他受伤的心。对呀，还是算了，说不定他会更伤心。哎，你们家这女神最近怎么了？又不来上班？这说请年假就请年假，这才几年的资历啊！不太好吧？他可能家里有事儿，他还是挺看重事业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生豪气？不知道。你看吧，不是我说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何一梅啊，人品不错，洁身自好，差不多可以结婚。分手了？嗯，分手了？为什么啊？何以梅提的吗？不是，其实也是我不好。你别回台里说去。我又不是八婆，我跟谁说呀？合着我赵峰在你眼里就这么一人？不用问我都知道，你肯定被甩了，对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还这么维护他。哎，这何以梅虽然样样好啊，但是太高冷了。你搞这么一高冷范儿回家，不和谐。这之前啊，跟他说，现在分了，这不算挑拨啊。这何以梅啊，这再硬气的女人。遇见自己真爱的男人，他都会变得很温柔。哇！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这分了也好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是。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单恋一枝花。明白这道理吧？今儿就我请了啊。怎么样？我家是这个。那多吃点。哎呦，我吃不下，吃饱了，我得去沙发上躺一会儿。哎，刚吃饱就躺下，对身体不好。好，那我去洗碗。去收拾衣服。什么衣服啊？我的衣服啊。我住客房都那么久了，该回自己房间了吧？去，快去快去！马上去。
好了吗？嗯，你这些衣服颜色啊，都太单调了。西装还有什么颜色？就算西装颜色只有一种，但是你的衬衫和领带可以换别的颜色啊。有的时候亮色也可以很大气的嘛。好，以后这些你负责。好啊，我一定把你打扮得更帅。不对，你已经那么帅了。那我招呼一点，我干嘛还把你打扮那么帅，还打扮我自己？哇，你们真厉害！等一下，别着急，先庆祝一下。庆祝嘛？庆祝我终于搬回自己房间，登堂入室。昨天说好的，今天要说说你的事情。我？嗯。你真想听我办的那些案子？我才不要呢。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说美国那个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被判离婚无效呢？这只是他的说辞，其实根本没有离婚无效这回事。所以我并不是重婚了。他给你的离婚判决书是伪造的，他根本就没有向法院递交离婚协议。不过因为你们没有在大使馆登记，这就不影响我们在国内的婚姻。不过我心里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，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不用担心，我来处理这些事。明天我约了英慧。应总，何律师，抱歉把你我的见面推到这个时候，商务繁忙，希望你能谅解。非常谅解，作为一个律师，我很熟悉这样的心理战术，不过在我这里恐怕起不了效果。你这样理解我非常遗憾。何律师，眼前的景色多美啊！人类在这个地球创造的最大的奇迹，就是眼前的商业社会。而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，就是亲手创造自己的商业帝国。看来应总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还是知道自己身处劣势，需要站在高处找一点心理安慰。何律师的话令人费解，我怎么身处劣势了？想必你已经收到我的律师信了。应总每天都会收到几百封律师信。希望应总伪造文书罪成立的那天依然如此自信。伪造文书从何说起？根本没有申请离婚无效这回事，你又何必装作无辜？离婚判决书一直都是伪造的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伪造文书在美国是重罪，即便身家亿万，恐怕也不能免除牢狱之灾。看来你已经找到了所谓的证据，那证人呢？你觉得默笙会出来指证我吗？我们都知道他不会。
就算他现在没有爱上我，他也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。我有幸能见到应总无奈的一面。何律师，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做这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了。虽然你是个律师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一旦你和证人的关系被披露，我的罪名非但不会成立，而且我会从此贴上多情重义的标签。何律师，我劝你慎重，鱼死很容易，网却不会破。所以何律师，就别再装腔作势了，你现在毫无办法。你说对了，我拿你没办法。不过我不着急，该着急的是你。一纸婚书，我和默笙都不在乎，应总死抱着不放，那就拿着慢慢看好了。睹物思人，应总如今也只能如此自我安慰了。你是约我出来发呆的吗？不知道。就是忽然想看看你。你不要这么肉麻好不好？真是的。哎，不过看起来心情不错的。看出来了。对呀，全都写在脑门上了。好大的三个字啊！哪三个字啊？拉、仇、恨。你呀，越来越幽默了。哎，过奖啦。嗯，你为什么不谈恋爱啊？你看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那老人师兄和向阳平师兄都不错啊。律师这么好的职业，你还是不要介绍给我了。哎呀，拜托，你就自己幸福下去吧，千万不要再搞什么拉郎配。我起码还要再奋斗十年，再考虑结婚的事儿。十年？对啊。十年之后，我还是貌美如花，到时候找个小帅哥，多好。我认识你这么久，都没有想过你竟然会有那么狂野的想法。马上又要放假了，好讨厌！大家都不工作吗？要不这样吧，这一次放假你和我去老家怎么样？你是要去见公公婆婆吧？你第一次去人家，我跟着干什么？再说了，这么漂亮的电灯泡，也请不起吧？不能吃这个，我是魔兔。那么大包子。想到这何律师还是个铁血柔情哈，想拥有，慢慢欣赏。
看来你真的不太喜欢这个礼物。应大哥，如果你真的想要送我礼物，我希望是离婚判决书。他告诉你的，还是他让你出庭指证我？指证？看来他还没说。何律师说我犯了伪造文书罪，如果你出庭指证我，或许我有很大的几率坐牢。你会吗，陌生？谢谢，你的态度安慰了我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，英大哥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是你理解错了？我只是后悔为什么我不早这样。也许我真的老了，在感情上丧失了锐气，白白浪费了那么多年。英大哥，至少我很确定，我对你从来没有别的感情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，尤其是感情。我先走了，我会找美国的律师申请离婚。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我不会配合。我真的都快不认识你了，应大哥。也许这才是我。我送你玫瑰花是为了让你回来找我。你果然来了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来跟我彻底划清界限。我太了解你了，但是我要送你的第二份礼物才是真正的礼物。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不需要。你这么肯定？如果是你父亲的清白呢？我从前年就开始关注你父亲的案子，这里面疑点很多。我当时在国外鞭长莫及，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有能力展开这些事情。这是我送你的第二份礼物，也只有我才有能力做到还你父亲的清白。谢谢你，我会自己去查的。我从前年就开始关注你父亲的案子，这里面疑点很多。我当时在国外鞭长莫及，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有能力展开这些事情。这是我送你的第二份礼物，也只有我才有能力做到还你父亲的清白。莫生，这件事儿你妈妈牵扯在里边，如果你想要弄清楚真相，以后你可以去问你妈妈。It's a tough rival, dude. 这个人很难搞定。What is your plan? You don't have to worry about it. Enjoy your holiday. Happy New Year. Happy New Year, dude. Happy New Year. 美国婚姻法。
莫生，你会打麻将吗？打麻将？嗯，不会。阿姨最喜欢打麻将，你要是不会，她大概会很扫兴。那怎么办啊？你也不早点说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。现在准备也来得及，我教你。啊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到家了，到了。嗯，我帮你拿吧。帮我关门，锁门。行了，不用了，我来拿就好了。哎，以前哇塞，来，进来。叔叔，哦，你好。这都是买给你们的。小礼物。哎呀，一家人不要这么客气嘛。啊。你妹。妈，我排练去了。吃了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，不用管我。小声来吃。谢谢。来，就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莫生啊，辣的你吃不吃啊？吃啊，好，来。谢谢阿姨，我自己来。不行啊，你这孩子啊，连结婚都不告诉我。哎，孩子难得回来，让他们好好吃这个饭，不要老是在旁边啰里啰嗦的。是你嫌我烦吧？我们领证也是突然做出的决定，婚礼筹备还有阿姨帮忙的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正闲着没事干呢，正好有一件事可以做的。来，吃，来，这鱼。这鱼很好吃的，以琛啊特别喜欢吃。真的吗？嗯，好好学学。小马，娶了老婆就该给你做饭啊。要的。那行，明天我再去买一条做给你们看，很简单的，你们回家以后啊简单弄一下就可以吃了。来，这样。来，吃就多吃点好啊。来，吃完了我们去看社区的演出。啊，对。哎，我还没见过我们一梅亲自主持节目呢。不急，慢慢吃，不急，吃，慢慢吃，吃，吃，多吃一点，喝点汤。城市当主持人的就是不一样，你家已经往台上一站，就比别人大气，看着，哎，就是个主持人的样子。这节目就像春晚一样。哎呦，你别老夸出来，还春晚呢。就是，以琛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阿姨好，今天刚回来。这个是啊，这是我儿媳。以琛，你已经结婚了？哎呦，前一阵子还有人托我给你介绍对象呢，哎呀，看我老糊涂了，当着媳妇的面乱说。哎呀，年纪大了，嘴巴没青头了。看节目。感谢两位的精彩表演。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就常跟高爷爷在院子里唱戏。今天看到两位的表演，我就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，回到了儿时温暖的家。接下来的节目，
是由社区舞蹈团带来的欢天喜地。你们，哎呦，摔痛了没有？没事，摔痛了没有？怎么了？没事呢。还好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呀，宗盛，你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来，过去。哎呦，快回去回去回去，看好他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样你？没事的。可以动动他，动动他。啊，可以啊，好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你怎么还没走？你不是也没走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别太晚了。煮的鸡汤，谢谢。你的腿怎么样？没事了，是以琛他小题大做，只是扭了一下而已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走路的。那就好，谢谢你。你好好休息吧。以梅，干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觉得，你觉得什么？你觉得你救了我吗，赵默生？我今天就算是摔死，我也不需要你来扶我。以梅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赵默生，你总是一副很无辜的样子，但你做的事情真叫我刮目相看。我不会再问你们的任何事情，也请你不要再跑到我面前来装。李梅，我做什么事了？我见过应辉。应辉，所以我都知道了，你在美国结过婚。他说的。你把以琛当什么？备胎吗？你对以琛根本没什么真感情，不然你也不会在美国嫁给别人，你配不上他。我和应辉我们是假结婚，就只是走了程序，不是事实婚姻。你说什么？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复杂。
新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那天失约，我非常抱歉，我让琳达通知你了，希望明儿你白跑一趟。琳达小姐，嗯，她没有，她没有给你打电话。啊，不，你别怪琳达小姐，也许她只是太忙了，或者。或者什么？或者他不想别的女人占据你的时间。心莹，你想多了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揉开怎么会好？嗯，以琛，以梅好像知道我在美国的事情了。嗯，我们在毛里求斯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我不想别人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你，或许他们会在背后议论你。顺其自然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啊。因为好像还不睡觉？魔生睡了。嗯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魔生是假结婚？我也刚知道。你们在搞什么？关己则乱，关己则乱。我和陌生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很好的朋友，也许无论人怎么变，本性都不会变。我不该听信外人的话。以琛，我该向你们道歉。没什么好道歉的。不是这一桩。大学的时候。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是啊。过去了。早点睡。Thank you.
轻轻放开了手，低头沉默，安静的嘶吼。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，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，是否忘记我？再一万次你回过头，你会发现还有我。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，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，伤我绰绰有余。等待最后一眼，最后一遍，最后一天，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，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渐渐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这场爱情难逃浩劫，倒数幻灭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，这咸咸的告别，沿海岸线终结。